王一博为大鹏导演新电影《保你平安》打 call， 12月31日一起随王一博笑着跨年。王一博，今日大鹏导演喜剧电影《保你平安》发布欢乐启程版预告，官宣将于12月31日全国上映。电影《保你平安》是大鹏导演自编自导自演的一部作品。电影从一个由谣言引发的故事，一段为保故人平安的辟谣路，一路阻碍重重又笑料满满，路上也充满着温暖。说这部电影请来娱乐圈喜剧演员的半壁江山也不为过。大鹏、李雪琴、尹正、王迅、王胜迪领衔主演，马丽、宋茜、贾冰、杨迪、潘斌龙、倪虹洁、乔杉、于洋、刘金山、曹炳坤、梁超等参演。就这个阵容来说，还是值得一看的。电影《保你平安》官宣上映时间，黄渤、马丽、杨迪、宋茜、王一博等众多明星转发支持，其中王一博转发微博并为大鹏打 call 写道，跟大鹏导演一起笑着跨年看《保你平安》，新的一年愿大家都平安。粉丝也纷纷转发为王一博助力。说起王一博和大鹏，肯定要提到两位合作街舞电影热烈了。还记得前不久王一博和大鹏导演一起参加电影《微博之夜》，曾被问到电影热烈是为王一博量身定制的吗？大鹏毫不犹豫地回答是先有的王一博后有的这个电影的。还有在台上，大鹏被问到下一部电影想要拍什么，一部电影将会是哪一种题材的，当时大鹏导演看着台下的王一博说道，是和滑板题材相关的。足以可以有看出大鹏导演对王一博的认可与满意，也希望两位能够再次合作，希望大鹏导演新电影《保你平安》大卖，期待王一博的电影作品能够早日上映。 PS 原创不易，又被限流，恳请诸位一键三连，关注、点赞、评论。